而家呢个戏里边可以讲系华语片真系未试过。我自己都好兴奋，做出咗好多第一次，包括嚟摩洛哥比较艰苦啲嘅地方啊。No film in the history has been able to shut it down completely in the heart of Casablanca, the busiest part where most traffic jam occurs.今次動用了很多摩洛哥的裝備，拍這麼多年戲從未想象過會有的。我覺得演員不管是在幕前或者幕後的時候都永遠在一個準備狀態，他們都有一種可以叫非一般演出。Very good， 好睇。其实每一部戏都是面对同一个心理状态嘅，咁艰难，到底做唔做到啊？要调动咁多嘢啊？演员知唔知蚀路啊？没事，我喘口气。当想比上一次有多啲可以自己都觉得兴奋嘅地方啊。咁但係你追求呢樣嘢其實就相對付出代價啦。上一次湄公河其實已經係一個好慘烈嘅一戰嚟，即係今次紅海行動比上一戰我諗起碼多三倍到四倍。